Hello everyone, I'm Dina. 然后今天呢，我要拍我人生第一部的 Q&A video， 也就是问与答的 video。So hopefully today I get to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you guys asked me on Facebook. Yeah. So let's just get right in. 第一个人也就是蔡子萱，她是问乐团的唯一女主唱哦。她问我说，为什么叫 Dina？ 然后我口红总共几支？好。Dina 的由来呢，其实是我妈妈在怀我的时候，她就做了一个梦，然后梦到我的名字叫做 Dina。Does that make sense? I decided to pull my hair up today because I just trimmed my own bangs. 自己用一个 side bang， 对不对？ But unfortunately, there's a situation going on. My hair, they don't really know where they like belong. 这个到底是这边这边，我不知道。It's my everyday struggle, guys. 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介意。至于口红总共几支呢？我有一点不敢去数，我真的不敢，不要逼我。蔡孟娟问的，她问说 ：“Dina 怎么开始学音乐的呢？然后在决定去读 Berkeley 的时候，有没有挣扎过？大概是国中的时候开始有歌手这个梦想，但是以前都没有什么自信，是该念的书都念，然后我只是旁边偷偷的不断的补充自己的能力，就觉得如果我真的要 make it into this industry， 我要怎么样？”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如果家庭不是演艺圈的背景的话，所以我就自己学吉他，自己学作曲。高中的时候开始参加一堆比赛，我希望我是能够很扎实的承担那个名称。那在决定去 Berkeley 的时候，我们挣扎过非常非常的挣扎，因为我16岁的时候我就被第一个公司签了，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很多前辈就跟我讲说 ，Oh, you should do this, you should do that。我觉得我太早看到很多东西。所以那时候开始就对于在选择方面我都没有很有自信，我都听家人的话，我都听老师的话，但是一直有一个自我就一直在呼喊，因为我后来发现唯独自己做的决定不管成败你绝对不会后悔，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。那时候我要去 Berkeley 的时候，我就跟一些老师们讲，很多很多老师们都说你不要去，如果你一去的话人家不见得会记得你，一堆怀疑的一些声音在旁边，但是那时候我的内在的呼喊就变得很大声，我就觉得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'm actually making my own decision。 Celia Huang 呢问说 Dina 你为什么选择音乐作为理想，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想做什么？选择音乐作为理想的原因，所以我喜欢音乐，然后我觉得我学音乐学起来蛮顺利的，我自己很喜欢唱歌，很喜欢音乐。So yeah， 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？国中开始知道的，因为我姐有一次听我唱歌，然后她就进来，然后她就说 Dina，我觉得你可以当歌手哎，他就这样很认真跟我讲，然后我就开始仔细的想说，我刚刚被我自己的 line 吓到。你还有没有推荐眼线笔跟睫毛膏 ？Oh my god， I love makeup questions。我比较少用眼线笔，因为我的眼皮很容易晕染，所以我都是用眼线液。我最喜欢的眼线液是 Clio 的眼线液，睫毛膏我最喜欢的是 ZA 的睫毛膏。再次 Jessal 问我的 ，What's your favorite song of the month？ My favorite song of the month。I do have a favorite song. 现在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我 Berkeley 的朋友制作的一首歌，叫做 Your Text. It's on Spotify. 然后她跟她男朋友一起组的团的名字叫做 Sandow. 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是明日之星，一个是很会弹爵士钢琴，一个是很会弹吉他，然后他们两个组在一起就是不得了。就她男朋友很会制作，很会编曲，然后他们两个唱歌也都很好听啊。然后他们的歌曲又做得非常的有特色，但是是很顺耳的，也就是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感觉。然后我就觉得很喜欢，所以如果大家有 Spotify 的话，欢迎过去支持一下他们的歌曲，叫做 Your Text， 你的简讯，很可爱的一首歌。陈淑婷问说 ，Dina 之后会做50件关于我的事情吗？我每次看50这个数字很大，我就有点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们想要我做50件关于我的事情的话，在下面留言跟我讲，然后我就会试试看。张文珍问说 ，Dina 在面对压力挫折的时候，如何面对，然后保持正向？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的是，我一直都有我妈妈当做一个很大很大的精神梁柱，因为。他叫我一件事情，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全力以赴，然后一定要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原因在。
然后我后来长大的时候啊，我也慢慢能够接受这样子的哲学，因为 whatever you choose, whatever path you choose, 你不敢做任何的选择，你只会有收获而已。很多时候在我很挫败的时候，我就会想想旁边相信你的人，就是像我妈妈，在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可以的时候，她选择相信我，然后我一想到这个，我就觉得我要对得起那些相信我可以的人，所以我就会很快的再站起来。所以能够保持正面啊，保持不断的有战斗力，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旁边周遭的人不断的启发我，我可以这样子，然后我可以站起来。所以不管怎样，当你开始觉得你只有一个人在奋战的时候，你仔细看，仔细去找，仔细去接受别人给你的爱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你是充满能量的。真的，你平常做什么运动或看什么影集呢？我平常应该是跳舞吧，有运动真的有差，你没有运动对不对，你就会开始感冒，然后开始体力不好或什么的。然后再来就是看什么影集，我前一阵子去看 Jessica Jones Stranger Things， 我觉得 Stranger Things 很好看。然后最近在看 Planet Earth， 就是国家地理频道的有关地球的动物的影集，我觉得蛮好看的，也是有些东西蛮好笑的，像有些鸟啊，他们就是终身伴侣啊，然后他们会为了求偶，他们会什么铺好自己的舞台啊什么，这反正就很有趣，增长一些有关动物的知识。旁白是一个很有名的英国老阿公，所以念起来很有感觉。之外，你知道他们的配乐请到谁吗？他们这次的配乐请到 Hans Zimmer。 你知道 Hans Zimmer 配了什么样什么电影的配乐吗？他配过了《狮子王》，他配过了《Pirates of the Caribbean》《Inception》全面启动，然后还有《The Dark Knight》蝙蝠侠的配乐，《Interstellar》。你听过的电影配乐几乎都是他，所以每次我看《Planet Earth》的时候，配很澎湃的 Orchestra， 我都觉得我好像看电影一样。Okay, guys. Abby， 你为什么要动我的脚架呢 ？B B 来，哎呦！不要再动我的脚架 ，BB 来。OK， 他不理我。BB 上来。他不理。Cats。其实你知道，我已经释怀了，因为猫就是这样嘛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是比较我行。平时怎么打扮，去哪里买的？我一直都是觉得 Dina 怎么保持牙齿的美白？请问如何勇敢追梦，又同时可以有足够的钱买化妆品？好问题。国外和国内教学差异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